哎呦，头发超没型的，难怪人家说三千烦恼丝。有时候去沙龙弄得美美的，但是回家却整理不出那样的造型。想要去百元剪发，又担心太呆板，怎么办呢？江江生活百分百带大家找救星，看看如何平价又快速的就可以拥有自然好整理的造型。想要塑造自我的风格，第一步就要从头发开始。近年来，日本吹起一股简约的时尚风潮，将单一的剪发服务提升到极致的境界，不但广受民众的喜爱，更是在短时间内就快速的打入了市场。而现在这股旋风也吹进台湾了，到底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々はこのビジネスを18年前の1996年日本の東京で始めました。カットのみのサービスということで、サービスを展開し、現在日本で477店舗、海外ではシンガポールに32店舗、香港に42店舗、台湾で7店舗を展開しております。全部で557店舗、全世界に我々の店舗がございます。我们公司目前都是以日本直营的方式在台湾做快速的展店，那目前都是以交通要道跟人潮聚集的地方是我们首要的目标这样子。那在未来的一个愿景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希望来台湾就是活络美发这块市场，那不单是对于就是消费者的一个服务的品质这部分做着重的一个训练之外，还有就是我们将来也是考虑就是要朝着跟学校建教合作这部分来做一个目标来前进。以便利性高的捷运站作为据点来设置分店，针对都市当中步调忙碌又紧凑的人们提供快速时尚的造型剪发服务。为了确保剪发的品质一致，业者建立了一套完整而扎实的教育训练，将来自日本的独门剪发技术流程标准化，并且派驻日本的设计师亲自指导。まずお客様が来店されたら笑顔でお出迎えをします。でその後にチケットを買っていただいてお席に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でここで我々の違うところはお客様の肌に触れるもの、首でしたりとかケープでしたり、あとは使う櫛、すべて使い捨て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そしてお客様の髪にも触れるハサミでしたりとかバリカン、そういったものすべて消毒をして衛生に気を使っております。でその後にお客様の求めるスタイルに合わせてカウンセリングを行い、カットをし始めていきます。理論に基づいて短時間でスピーディーなカット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そしてそれが終わりましたら鏡でご確認をしていただいて、もし気になるようなところがあればお切り直しもします。秉持着日本体贴细腻的服务精神，并与顾客进行充分的沟通，让每一次的服务都可以凸显不同的个人特色，同时维持一贯的高技术水准。我们的老师是由日本那边派过来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日本的总公司是一个还蛮大的体系，对。那他们都是直接派我们日本那边的老师过来帮我们做之前的训练。我们训练的话，大概都是会有一个月左右。因为公司基本上都会录用大概2年以上的设计师，会有一定的经验，因为在学这套剪法的话会比较能够懂得运用。在我们这边剪法的话，我们可以跟客人精准的沟通，然后下刀的角度和位置其实我们都是有一定的 SOP 流程的技术去走，所以我们能够更精准的去掌握到他客人的需求。因为这是一个统一的流程，统一的服务方式，所以客人进来的话可能也不太需要指定，因为我们有一定的水准，就是每个人的下刀方式跟顺序都是一样的，但是不会因为这些一样的东西造成每个客人出去发型都一样，它只是一个固定的模式，但是发型是可以变化的。特别设计的独立式整合工作台面，不但方便设计师在短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服务，更搭配日本原创的空气洗净系统，严格的要求干净与卫生，媲美沙龙的专业，又兼具快速评价的优点，让高质感的快剪成为忙碌的现代人整理三千发丝的新选择。基本上之前去的都大部分算是造型沙龙，就是比较像是那种东区的美发店，那当然价位上，第一个价位上就有绝对的差别，然后剪发的技术其实并没有说那么的稳定，那所以其实对我而言，稳定比价格高或低更重要。对，就是一般的美发店就是洗加剪，然后还有染烫的部分，那这间店就是专门就是只有剪发而已，
那剪发就很简单，剪一剪。那我其实可以利用我上班中间的时间来剪个头发，就不会还要特地休假，还要再预约时间，然后过来剪头发。那其实还蛮快速的，还蛮简单的。成功复制日本的经营模式，业者更在今年首次进驻热闹的新义商圈，希望可以打破民众既有的观念，随时想要修整发型的时候，都可以拥有平价而精致的剪发服务。